四台啊，咱们家四台车，敞篷在啊，敞篷咱们家有的 S163 吗？老板，你想的 S163 吗？算了，我没拿钥匙，这会儿没拿钥匙。咱们是红内啊，红内，红色的一个内饰，然后的话不是那个菱形格的，经典的经典红内。敞篷的还在的 ，S163 还在我们这个，还在咱们的这个车库里面啊。在座的各位老板们，如果说想来店里找秀开现在车的是 OK 的，但是它不在展厅里，我没办法带你过去看。嗯，苦片，你说的是53的吗？53有的呀，53有现车的，现在优惠的力度也还挺 OK 的。嗯，咱们的一个官方指导价是115嘛，然后优惠现在现金优惠个12个还是13个来着？你别瞎想，我这是小恶魔的叉子，我这是用来惩治坏人的，就是我们直播间都是正经老板来的。不是啊，这哎呀，别瞎讲，这一会儿老板看到了要批评我了，这不敢瞎讲啊。我是好，我正经主播来的，我正经卖车主播来的，不要瞎造谣啊，造谣我直接插出去了。再跟大家讲一下咱们家位置在哪吗？在无锡市滨湖区黎西路的855号新体向南100米的一个位置。在座的各位老板，如果说真的找不着位置，你直接给秀秀发私信吧，你直接来私信秀秀吧，然后秀秀把一个详细的位置给你，你到店里来找秀秀，秀秀带你去看车，带你去试乘试驾都是可以的，老板们。24的，咱们家都是最新款的，老板，别瞎讲啊，别瞎讲，我不然一叉子我就是给你叉出去了。没有没有，开玩笑，不敢不敢，哪敢啊。谢谢在座各位的关注，咱们现在直播间老板可以给秀秀来波关注好不好？咱们这个黄色的小星星亮一亮，黄色的小星星咱们来一波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咱们来一波小小的关注，给秀秀点点支持啊！新人主播也是要支持的嘛，虽然说咱们刚来播也不久，但是在座的各位老板咱们有些也是老朋友了，然后新朋友新来的朋友们咱们可以点波关注。我怎么一激动我连山东话都冒出来了，点播关注啊，老板们点播关注，然后有任何想了解的问题可以直接啊下方的这个弹幕上啊，或者说后台来私信秀秀都是可以的，老板们。300不够啊，老板，300的话咱们得不行，320左右差不多能落地，320左右。那不敢，那我哪敢把大哥插出去呀、啊？老板，咱们家 AMG 中心没有意义啊，我们只有 AMG 的性能车，你别瞎讲，这不许讲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，一会儿给我抬走可不好，咱们正经直播间来的，老板都是正经人。对啊， AMG 咱们家都是 AMG 的一个车子，我们现在去看，我主要是我害怕，我本来我新人来的，我直播间人就不多，我带大家去看车，一会儿你看车，咱们就是下面光线不好，就比较昏暗，就走了咋整啊？我本来直播间人就不多，有的呀，咱们有那个黑色、白色，然后熊猫配色都是有的。我们店里有三台，不有四台现车呢。水泥就是这个经典灰，然后咱们的黑色、咱们的白色，然后熊猫配色，店里都是有现车的，都不用等的。不是，我是担心楼下那个光线不好，太暗了。你来咱们家店里找秀看车你就知道了，我们家唯一一块光线好的地方就在二楼这儿，那楼下就是为了整体咱们的一个这个色调，它就是一个灯光昏昏暗暗的，我一下去那光就是给我人都看不清了，车也看不太清了。落地320个左右了吧，咱们 G63 目前落地320个左右，这台灰色的以及我们的白色的黑色的都是差不多的一个价格，都是这个标配，然后就是加一个轮毂选配一个轮毂。你要给我来送奶茶吗？你来找秀秀看车的话，那我也是不介意可以来给我送一点的。哎，我们钥匙来了，这声音真不错，能看到内饰吗？咱们红色的内饰，各位的在座的各位老板请看，叫什么王子，叫王子吗？国王，哎，不知道叫啥了，就请看咱们红色的内饰，老板们，咱们是红色的啊。落地320左右，但是你听这个声音，上不上那个，上面那个子弹上膛的声音，就没有男人可以拒绝这个吧？多帅啊！这而且这座位又高，但等整体你一个坐上去，你那视野，
多高啊，就咱们坐得高看得远，而且这车你开出去，这不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吗？一种面子上的这个象征啊。咱们而且这副驾驶自带美女上车功能，你这开出去，但是那终身大事不也有着落了吗？是吧，在座的各位老板们，咱们是不是终身大事又就着落了？ What， 你抓紧下午来找我看车，我不然就不相信你。你下午来找我看车，我能相信你一下子。这还超腿啊，你这有点，我这腿多直啊，别瞎讲话，别讲小话。这车320左右，老板320个左右落地的一个价格。S163 有啊 ，S163 咱们不就是在车库里刚都讲了，这个一看是新来的宝贝儿，咱们 S163 店里有现车，而且是我们那个无锡的首台，就在我们店里，黑色的一个外观，然后棕色的一个内饰，那个台车就在咱们车库里。在座的各位老板，如果说有想来店里看车的，直接来找秀秀就可以了。必须瞎讲，32，我自己我带我身上有钱我都掏出来，我都得带一辆走。咱们分期，可以考虑一下，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一个分期的一个政策，金融的一个方案也是非常给力的，在座各位的老板。在打 S163 吗？那这不在展厅里看不了，老板在车库呢，在车库呢。你到咱们这个店里，你到在店里找秀，我是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的。哦，那没有，我看错了。咱们去楼下看看吗？看吗？去楼下可能光线不太好。你答应我，就是光线不好也不能走，那我就带大家去楼下看看车行吗？就不能随便走啊，不能随便走。GT50 的话，目前优惠30个，现金优惠30个 W， 老板，现金优惠30个 W， 走吧，带大家去瞅瞅我们楼下的一个车子吧。欢迎现在直播间宝贝，我们这不许走啊！真不许走，我们去楼下要走个这个楼梯，有点，就是我们在一楼，我们现在在二楼，但是又不能坐电梯，坐电梯没信号。对的，楼下的车子咱们从30几个到这个100来个都有，100来个，而且我们那个白色的大 G 也在楼下，老板们。开车是吧？可以，想看哪辆咱们给老板们开一下，绕车一周都可以。我们是无锡 AMG 中心，我们是卖这个奔驰 AMG 的车子的，不要瞎讲，不要给我瞎造谣，一会儿老板看到了该生气了。小道具，看哪台啊？咱们看 C43 吗？看 C43 还是看看那个？我看看老板们想看哪个？咱们想看哪台？带大家去瞅瞅啊。坐一会儿，有点累了。欢迎现在直播，哎，我人呢 ？OK， 这个角度非常好，显得我的腿挺长了。咱们小助理这把子挺好，有的呀，但是那个不在，咱们那个 S163不在这个展厅里，在我们那个车库。老板如果说想看那台的话，你可以来私信一下秀秀，后台私信一下秀秀，把那个这个一个具体的视频、照片以及我们的这个配置、价格都发送给您啊。那个是没有了，不可能拥有自卑，何时给我们家 A 的？你提哪辆？你提咱们 GT， 你提咱们家这个 SUV 出去，你开哪辆出去？那不都是背有面吗 ？AMG 3个字啊，你出去就感觉不一样，怎么是也是一种身份上的象征嘛？那个没有，老板，那个没有。53的话，目前一个裸车的一个价格大概。一百零几个，因为现在是优惠，12、13个 W。小钢炮，我们现在价格也确实优惠啊，老板。我们小钢炮现在落地才37个左右吧，而且还能再聊一聊。你这价格，你别要啥，就不能再要啥自行车了。
咱们现在1.2，在座的各位老板能不能给秀秀再来一波？虽然说今天的任务量已经完成了吧，但是咱们可以再冲一下1.5啊，冲一下1.5，秀给大家再上一波这个小福袋吧，好不好？在座各位老板，咱们点点赞吧，咱们再点点冲到1.5，给大家再上个福袋啊。提车你可以提车送给主播，那是没有问题的，我是非常乐意的，在座的各位老板们。我们位置再给大家讲一下在哪里啊，位置在无锡市滨湖区黎溪路的855号行体向南100米的位置。在座各位老板们，如果说想到店里来找秀秀看车，想来试乘试驾，想来看看咱们现车的老板，想来看看我们大 G， 想来看看我们的这个GL153，想来看看咱们家轿跑的，都可以直接后台来联系秀秀，把您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联系方式给秀秀，下播第一时间去联系你啊，第一时间去联系您。三位啊，目前的话有的，咱们这个一次性补贴是有的，根据不同车型它的一个补贴不一样，你可以来就是小雪花来联系一下小雪，然后秀秀给你把一个详细的一个价格发送给你。AMG 三位，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优惠大概五六个吧，落地的话就是37、38个这样，37、38个这样。就是啊，你这都来骑咱们家车了，都来骑咱们家这个轿跑，都来骑咱们家大 G 了，那这还要担心终身大事的问题吗？这副驾驶自带美女上车功能的，你这随随便便开出去，你这还担心啊？这瞎担心，不该担心的别瞎担心了。GL153 酷片吗？有的哟。我们目前店里是有台现车的，那台车目前的一个现金优惠差不多也是12个 W 起啊。这不是说到年底了吗？这不是说咱们现在的优惠力度大吗？你平时，哎呀妈呀，太激动了，你平时也没有这价呀，咱们就是现在年底了，而且我们这个月刚开始，这个新来的一个优惠力度，它目前一个落地差不多37、38个，不对，我说错了，对不起，在座各位老板，不是落地，是裸车价格，这多的我也补不上了，我得给大家说清楚一下是裸车价格。密友啊，老板密友，欢迎现在在座不对，欢迎现在直播间老板，咱们在座各位老板有没有开奔驰的？咱们有开奔驰的扣波一，有没有开奔驰的老板们？我看看咱们直播间有没有老板们开奔驰的，开奔驰的咱们可以扣个一啊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现在不光是 AMG 系列的一个这个车子，咱们奔驰的一个车子都可以到店里来找秀秀的保养来维修都是 OK 的，而且我们现在年底的这个优惠力度也很给力啊，老板。卖盘，那也可以来找秀秀保养啊。G63我们店里有4台啊，黑色、白色、经典灰、熊猫配色，店里都是有的，你都有。在无锡吗？在无锡来找秀秀可以在店里找秀秀保养维修啊。有开是吧？有开奔驰的。那咱们家现在不光是 AMG， 虽然我们是 AMG 中线，但是咱们家不光 AMG 的车子可以来保养维修，我们奔驰的车子都可以来店里找秀秀保养维修，都是可以的。你直接后台来联系秀秀，留下您的学员阿拉伯数字，然后秀就是来找秀秀保养维修都是可以的。真男人只开 AMG， 我。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我觉得你说的这话非常有道理。那这样总可以了吧，这样看不出来了吧，这有点像教鞭啊。那也不行，别瞎讲，我一会儿给我老板看到又得讲我了，不能乱说啊，我就是每天有任务量的，就是什么是真男人，KMG 的就是真的人，哎呀，这话不能说，一会儿该网暴我了，真不能瞎讲。但是你开上咱们家的车子，那确实是有魅力啊。你开上咱们家大 G， 你说谁说你没有魅力？谁说你没有这个，就是男人味儿？咱们 AMG 你开出去，咱们大 G， 咱们家轿跑你开出去，哪个不都是背有面儿吗？对吗？没有老板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优惠的一个价格吗？真的没有吗？我再问一遍哦，有没有老板先了解一下我们家的价格？我们家目前是有试驾车的，像这个 GT50 啊，然后GLB， 然后 GLE 应该都是有试驾车的。
有的，老板，你上车位都人了。SL63，我们店里有一台，无锡首台车子就在我们这儿，可以来找秀试乘，试驾都是啊，不可以试乘，但是不能试驾，目前不能试驾。你如果说想先看一下视频照片也是可以的，你去后台来联系一下秀秀，留下一个联系方式给秀秀，下播去找你，下播去找你。优惠，这台是月光石哑光灰啊，咱们的这个 C43老板，有没有老板喜欢我们 C43呢？咱们这个轿跑有没有喜欢的？我们 C43，目前的一个这个落地是76个左右，咱们店里是有台现车的，有没有喜欢咱们这个 C43的？咱们这个月光石哑光版本的，你看它这个整体的一个质感，很高级啊！你这哑光的，你就是非常就是具有一个科技感，是吧？G63吗，老板？G63有的呀，我们G63店里有四台呢。G63店里可是有四台的，放心来找我秀看吧。哑光灰落地多少？哑光灰落地的话得95个左右，差不多。那一款的话90几个吧，90几个，应该不会超过100个。所以那没有，那没有啊，那没有。C 旅行版不是旅行版，旅行版可以定啊，旅行版可以定。咱们这个是中国特别版本，月光石哑光灰色的，老板。现在想买，那这的新，现在咱们榜一啊，榜一秀秀的自己，榜一自己秀秀秀秀私人号，如果说喜欢秀秀的，也可以给秀秀去关注一波啊。然后的话呢，有任何关于车子的一个价格问题、优惠力度，以及咱们家现在一个分期有什么政策，都可以直接去私信，然后问秀秀都是 OK 的。然后咱们下方的一个小雪花也可以点一点，可以跟秀秀约一下，咱们到店来找秀秀看看车都是 OK 的。GT50 吗？这台不是，这台不是，这台是这个 C43。咱们 GT50 是有的呀， GT50 现在优惠力度很给力的，年底了，咱们黑色那台30个 W。真有点累了，真有点累了，我靠一会儿吧。说话说的太激动了，跟各位老板聊天聊得比较开心，就是真的挺费体力的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落地的话76个左右吧，裸车的话大概67个。噔噔噔噔噔，不是，哎呀，救命！车没事，车没事，车没事。这个的话，裸车67个左右，真的，他刚坐太放肆了。那咱们得到今天到1:30，宝贝们，咱们到1:30。2.0T 搭载48伏轻混，然后刷好豆，我摁胳膊肘，好疼啊！这很疼。这 C43 老板，我们家 C43，真的很可怜。有没有老板给来个那个，来点赞吧，来点赞赞吧，咱们鼓励一下，真的摔挺疼的。还好咱们家车没受伤，不然我今天别今天了，我这俩月我都白干了。没有，咱们家只有黑的、白的，然后这个经典灰以及我们的熊猫配色，其他的色儿的话就是可以帮您去定，但是就是时间比较久，就是比较建议大家来看咱们家的一个现车啊。哪里领鸡蛋？哪里领鸡蛋？这从哪直播间来的呀？这没有，我们家没这个活动啊。可以买车送给主播，可以买车送给主播啊。咱们要不去邀请一下我们家的销售专业的销售顾问，跟大家咱们聊聊目前年底的一个价格怎么样？我们去坐着播一会儿吧，好不好？有点累了，站太久脚好痛，咱们去坐着播一会儿吧，怎么样？欢迎新来直播间宝贝，欢迎来到我们无锡奔驰 M 七中心的直播间，在座的各位老板有任何关于我们家车子想了解的问题，直接弹幕上来找秀秀就可以了。而且我们家现在的一个优惠力度非常给力。随意。那在咱们直播间的宝贝们还是非常心疼秀秀的。我定可以，咱们等小助理来，然后咱们去楼上坐着播一会儿吧。然后又邀请我们的这个销售顾问一起跟我们一起聊一聊。然后有什么专业性的问题也可以直接问问咱们销售顾问哦，在座的各位老板。这个的话目前没有给我通知，目前给我通知。我们可以这个下方的小雪花来
联系一下，到时候如果有通知的话，秀可以第一时间去联系你啊。可以，咱们等小助理，咱们去楼上吧，去楼上大吉那边，咱们坐一会儿吧，好不好？坐着坐着聊一会儿，有。